当初是因为椪柑有它会随地大小便的问题在，可是因为我们家本来就有一只成犬米克斯，但是我用米克斯的方式下去教它的时候，发现其实都没有什么作用。啊，后来就是刚好看到网络上人家有介绍，就来找老师。啊，找老师之后就发现，好像狗的品种不一样，个性不一样，然后教法跟整个成效就会有不一样，所以就会觉得说，嗯，老师有针对椪柑在带，这几堂课上下来回家，目前到现在效果都还不错，就是还蛮满意的。然后以前的问题也改善很多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，就不用再想办法料理它了。